王道在朝廷的威权之上，王道是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要尊奉的世间法则。陛下当选世人，兴王道，纳谏言，唐自省，正向权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这才是四海太平天下长安之道。天下大乱，渔民土产，整整四百年老百姓没有过过什么太平日子，天下人需要一个长治久安的华夏。规矩才能载入人心，四海太平，礼教复兴，天下长安一点都不复杂，是个实实在在的理想。我大唐马放得天下，靠的不是儒生们的仁恕之道，而是弯刀和马车。魏征的方略实乃是祸国乱政，臣请奏陛下斩魏征，以儆朝纲。你要以为您朕有个赌约，朕就不敢删，惹怒了朕，朕照样可以一刀砍了你。陛下不过是个口是心非、虚伪懦弱的人，害怕面对自己姑父杀兄，害怕面对自己得位不正，一个连过往都不敢面对的帝王，你的所作所为与历史上的昏君如出一辙。大胆让我失望，俺爹想废了他，立你为太子。一拳入治天下，阿爹就不怕有朝一日自食其果。跟你一样，只要咱们大唐还在，他究竟是做个太子还是做个亲王关系并不大，只要在天下幸福就行。今日是太子之位，明日是不是连幸运都让给他？女儿了，居然也开始跟我公事公办，居然开始跟我讲起，居然了。如今代价最小的办法就是除掉秦王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谁也改变不了谁，哪怕是自己的儿子。有功不赏，我不罚，令贤臣寒心，小人何事？这才是真正的亡国之道。若陛下觉得自己在军事上更强一些的话，就要挂帅亲征，那臣自认为在治国上比陛下强一些，陛下的皇位能否换臣来做？皇帝，天下人的榜样，其一言一行到了付诸后世，还要做好做一辈子劳役的准备。你是不是以为二郎不在乎李家的骨肉亲情？你是不是以为二郎不在乎您老人家？马背上可以得天下，但治不了天下。天下周郡一朝声名，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乎着他们的生死存亡。臣请罢免长孙安业。长孙皇后的哥哥，臣妾请陛下从轻发落，以彰陛下之德。奇耻大辱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，都给朕记住了。贪
乃官之耻。将那些能够坚持自己理想的士人留下，将那些早已迷失了做官目的的贪官拥立，罢免裁汰。王者之于万人，有如上苍之于世间，天赋地载，理有所依。那如今把关陇贵族和李氏宗亲的人都得罪光了，精简官吏，把满朝文武也都得罪光了，他这个皇帝还能做得成吗？这仗有时候不愿打都不行，强大和天下。陛下若想天下长安，需记住自己的模样。朕记得住，因为有你边边境。